我得你点他，你点他，他的卡片是被我破了，直接点就行了呀。软糖就是了。他妈全程大瑕疵啊，兄弟。对，那个软糖，哎呀，你找不到人我就很麻烦。他们有地府啊？啊，他们有地府，不要慌，好吧？金刚护体，那个督察共同三呗，你怎么说？我先端先起个盾。先起盾 ，OK 的。宝宝去清了一清五号，清五号来翻牛，翻牛。我先起个盾，看看速度怎么样。OK， 先起个。笑死我！胖哥，你是稳定一速，稳定一速吗？可以，不要慌啊。我的速度丢掉了吗？你没事，他对面是一速，他站在速度位啊。大炮呢？一速、二速、一速，你一速哈，我把刘云杰补上去吧。这个对，咱们不用急，慢慢打就行了，好吧？我先点血的，慢慢打，咱们不急，重燃记忆。我直接给我上个。别慌啊！好，咱是包赢啊，咱是百分之百赢。他们这个队没武装怪，打咱们打怎么都打不过的。对。到后面咱们起天地加自然地气，对面没有东西。希望在谁？在先吃，你看我宝宝多么烈啊，真猛。胖哥，你结个人性来。炮哥怎么说？炮哥，你把他套进去也行。我先起血的，不，你套他，套完再起。那行，宝宝。那个轩哥的话，你留言一下。炮哥，宝宝清一号三个清掉就行了。行，留言先，取个留言。栗子宝宝看一下轩哥，化成四叠人心叠自己宝宝就行了。啊？这娘们的话就上厕所了吗？就我开了吧。他死了，他不上去上厕所吗？可以说上，不能死亡啊，去上厕所去了。轩的话自己解了吗？我解了，好吧。那轩去封塔，我来裸一把，怎么样？你哪他妈你衣服封你二人速封衣服就得了。行，这他妈臭傻，你就封他得了，好吧？不裸他下把点个欧啊，哥们。我看一下。你不裸下一把点个欧了，兄弟。裸的话也行，裸也行吧。啊，不吹空了，裸吧。轩哥，你去控了那个，你去反控那天空吧，那个罗可以的，宝宝清四了就行了。花生再叠人性啊，清四，啊，不用笑了，那个这把不用笑，因为这把咱们两个魔王人能卡住了，手机在充电，手机在充电，哎、你别管，兄弟们。对，这个罗汉的话，这个罗汉的话也是笑不住的，对吧？啊，这玩的很花啊，有东西啊，掉厕所了，对。栗子，你开我下巴啊！下巴开你。我手机在充电、啊。炮哥还能笑吗？炮哥？可以笑，能笑。掉地府。别天地了，你不需要天地。963连血这么大，我还以为欧了呢。笑哈。那个轩哥的话，就封了对面的和尚的特技来。和尚活死你的霸王。吃鱼吧。啊、对。然后的话，那个我拉捞起来是吧？还捞起来行。下一把才那宝宝跟四，开我啊！立子，开了，开了。啊！一速在手，心不抖。他在干什么呀？对面的风气的话疯了，就是一直封人呗。我跟你说，炮哥，你最好把那个他天光的卡片破一下。他地府罗汉别笑掉了。没事，不用破，咱们有一速的，咱有一速。来，给他承受。他对咱有一把愤怒，表弟，我下一把把他天光给笑了，怎么样？笑他也行，你笑他天宫，你拉地府，你们两个局长没了。不，你最好是套上，套是最完美的。套他接罗怎么办？你武装我套他们接罗吧。来，那我笑一定能笑中，套不一定。来，快，那个我拉栗子换起个队，换是活栗子宝宝，快点，轩哥是我。我已经我的妈嘞，和尚宝宝拉开轩哥，快点。宝宝哈。没事，你不中的话无所谓，让他罗就得了呗。啊、行，不中的话，不中让他裸，你把他套进去。咱们这边谁还有魔汉点啊？别急，好吧。有还是没有？你不用说，别急，有没有？除了我之外。说话呀！OK， 操作没毛病啊。控龙三吧，轩哥，你去控龙三也行。收到，我继续封他一速啊。那个谁，宝宝顶，你再宝宝顶，栗子再顶一个，然后栗子再一把，要不你去栗子，你起盾还怎么说？行，我起盾呗。你起个盾吧，活了他啊！我宝宝给那个给华生，你的宝宝还得给和尚再顶一个。我问你们谁有罗汉？你有吗？啊，找了吧。
先活，别急。一问一个不出声，兄弟们，这一问一个不出声。我的妈来哥，就今天是绝了，今天你俩是真的强，啊。耶、yeah, ！我今天什么情况？水兄弟，水凉罢了，我背锅啊这。啊，亲亲了无所谓啊，和尚的这个一定别被殴了。魔火顶得住啊！好，疯了，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点了四号秒，点了四号孩子秒。炮哥你怎么说？你我封一速。等一下，炮哥你封一速 OK 呢？化生子再去活。然后你怎么？你去封龙三，封龙三 OK 呢？或者封龙五也行，最好是封龙五啊。好吧。先秒啊，先别殴啊，好吧。操，怎么？有截图的感觉啊，老有截图呢。兄弟，你现在这封印的话怎么说？我来看看。基本上都来。那个没毒还难往里了啊。炮兵的今天就是一封没中人。天宫的封比较准的。天宫封比较准啊，准是真的准。你们学得把得搬善端顶，善端。行，你下吧，你善端倒了就没了。下把去哪？喵！我操！别慌啊！慌是不要慌的啊，今天比较没啊，我操，中大奖了。我感觉炮哥被殴死了，完了这一下殴死俩。哇，炮哥你这乌鸦嘴。我是感觉你险些闹了，没事不要慌啊，我拉炮，炮哥自己拉，好吧，炮哥自己拉台灯。和尚起哪，我的妈嘞，和尚得先过来，先过来，看不起他。来哦，然后的话我拉轩哥出宝宝，快点。陆孩子快点。你们得给善端顶药，你们是不是吃不起药？没有药，吃不起药，能顶药？先拉人，来吧，哪他妈还有他妈顶药呀？这是尝尝几只宝宝呀？他妈的完了，谁他妈打火我是吧？别急啊，好吧。这和尚这不成就死了？你们吃的什么宝宝？吃什么宝宝？孩子，我出的孩子，你是二十的孩子。和尚还多少血？哎呦，2600吧。和尚不能死啊！和尚一死，灰飞烟灭。我感觉死了，和尚，你163吧，和尚。那确实。哎，你这又死了！我操了，这么晕死着呢，妈谁也打不过都来了，真的。啊！真的头晕，真的是。我来封龙三吧。来，再签定了，轩哥，你去控龙三，你等会吧。立了出孩子，快点。我宝宝给表弟顶一个，我对你给他顶 OK 的。我的话给栗子顶一个。你的宝宝什么宝宝？那个轩哥，你宝啥宝宝？我说你啥宝宝？孩子什么孩子？龟宝宝啊！选你这封印的话也是牛逼啊，轩哥，准。别慌，好吧，局是100%赢的局啊。局的话感觉没什么局了。啊，和尚还有蓝吗？有多少？其实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天地的话，要是早点上，应该把它跟蛋一样。能推自己吗？我的妈嘞！是真的会玩梦幻吗？是刚新手吗？来，我的还在这边。你的宝宝去拉，你的宝宝拉和尚给自己嗑药。那个轩哥宝宝拉和尚，快点，和尚推拿自己也行，和尚推拿自己啊。我的孩子能配上这个速度吗？你拉，我控一速，你控龙三。先咳吧，咳蓝。你封一速，你快封。轩，看看兄弟的封印，学着点，好吧。表弟，要是早点上，把他跟蛋一样啊！就该早点上天地。我开不开？不用开，上了开过了，轻，不用，没让你开就别开。但是我开了呀。他天宫躲避呀、啊，我有办法吗？啊！化身先活，不用推，我直接给化身打天地就行了。OK 的，炮哥，对呀、啊、，OK 的，我给顶完了，先活。对，化身先活，先活两个善端，我给化身打天地。嗯，没毛病。化身先活五双冠，好吧。轩哥的宝宝点了一下化身，我给顶了。你自己的话没蓝都不顶，活吧。你加血是？我操！你是真不玩？加血是干嘛？山都山是怎么加血？来，你化身活五段，活五段，你去控。轩哥就控了对面的那个叫什么江。明白了。弟子，你加仙力秒起来啊！宝宝点那个轩的宝宝点了一手化身，我下一把给化身打天地活你。你现在就打啊！
你又叫我控，又叫我打，我他妈死！我是八个手，我八个手，我是瓜，八个手，我这个手套，你们下地都给我打，我这个手套，那个手打天地啊啊，八个手。你把我他妈感觉我是哪吒三太子啊！我操！我都气死我了！他下回合打，让他们中了下回合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下回合打，我是哪吒三太子，我这个手套那个手打，你不能下回合打呀！我给你点个大嘴巴子，你下回合打！你妈！我真有意思，下回合都来了，哪有下回合？谁给你机会啊？是搞笑！出个配速，出来我来再出个配速，你出配速，好吧？别顶着个虚血了，别顶着虚血，我拉和尚起个盾 ，OK 吧？你说栗子的话再出个宝宝，我三端的话先起个盾，怎么样？不要起盾，你抬灯来吧。抬灯没意义啊。抬灯。我三端。和尚你顶着虚无烟伞，虚无烟伞，我的妈了你！我把他点了一手宣，好吧。胸中有惊雷而面如平虎者可拜善。只要我死不了，这把兵输不了。对，夏将军就是你。对，你老起什么盾？我对面有啥？你起盾？三端不死 PK 输不了，他俩法系，你起什么背呀、啊？我的妈的！你直接天地就完事了，你还起盾？我现在给谁打天地？你跟我说说看。给和尚打，下把给和尚打。对，和尚起来就给他打。我下把给和尚打，和尚活。火轩哥，把轩哥活了。栗子在牛力，别急。那个谁的宝高速宝锅顶大来？我来。好，你给我宝宝。枪出如龙，你给三端顶大，你老给他顶大有啥用啊？好吧，来，你去活了渡，你去活渡啥？天地的和尚，天地和尚，快点啊！天地和尚，然后再天地我，我的话封哪个？封龙三吗？你封龙三，封龙三。栗子宝顶药，给三端顶药。打完了，下回合顶。你们是真他妈舍不得吃药啊？你自己不吃了，你让人别人吃啊？我的宝宝，刚刚我宝宝咋了？刚刚我宝宝给狗吃药了，好吧？给狗吃了吗？我给你顶药的时候，你是一顶一个不吱声啊，兄弟啊，兄弟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好吧。不咋忙就飞了，你知道不？我看你，我应该下把握好了。我他妈宝宝把顶啊，兄弟！咱们的功能怎么现在还没有出来啊？别急啊！就是咱们的那个金麦田。这样啊，你把那个轩哥的话，你把轩哥那天地吧，快点。你化身先活我天地轩哥无解。OK， 可以，活谁都行。那栗子宝哥顶的。我操嘞！我等下，轩哥，保护自己拉配速高速吗？轩哥，不配速，可以配你的速度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拉火，武装去套对面的第一速，快点！对，快！兄弟啊，我给你顶个提气，怎么样？提不了一点，提不了。来个提气，可以。提不了。纯多余，给他顶提气的话，纯多余。阿轩，学着点这个封印。咱们的七宝带的有点少哈，就不够，不配速是吧？对，配啊，本来就不配。这么慢啊 ？OK， 行。没有配的，我看啊，得有归属吧。打这种队伍，只要三端不死，稳赢的局，你懂吧？啊，咱稳赢是百分之百赢啊。他们没有天地。虚名都没有的。化身把表弟给活了，舍我或者活我。栗子这个宝宝是还没吃血就飞了。栗子在出宝宝，栗子你出宝宝，然后那个炮哥的宝宝拉仙哥，快点，仙哥的话可以洗打起盾都行。来，我封一个。武装干什么？武装？封龙三啊。你封的谁？我的药都快吃完了，我操！我拉龟速啊。你不要拉龟速，拉那三个不行，拉配速三个。咱是百分之百赢的啊！这局要是赢不了的话，百分之百别玩了。他们怎么秒这么狠啊？为什么我们秒了没威力啊？我不懂。因为你宝宝不吃药，其他法咱就死了，兄弟。我吃了，给表弟。发罗了，又罗了啊！你的那个谁炮哥的话，可以选择等我起个塔。炮的话，你把这个天地抓紧。对我又得他，又得起灯，又得起塔，还得给狗表卡大金，不是八个手。你把天地给我打起来，我来他替你封呢。我下一把，我这把给你打天地，你封对面的一速。暂停，可以的。对呀、啊。就先不封他，先封他一速也行。把战将封起来。行，先封。对，你封。化身活阿轩，把阿轩给活起来。化身没有难提前速啊，哥们。有吗？有来吗？别活到一半没难了。你再笑的话，咱这个队伍的，这说白了，那发动机的话，都他妈里面的话都卡壳了。咱们这个队伍全是瑕疵，
死话，操的。哥，你说话哥你哥你不光这个呀，你不光这口吃呀，我跟你说话不清楚的，我听不懂呀。这要的话还得是我轩哥跟高华顶，你们一个都不行，实话。现在的话炮的话你就主控啊，顶罗汉彩塔交给你，凤人来交给我啊。OK OK， 现在我来封啊，减轻你的压力。来，我给花生、哎、扛不住了，我继续给花生打天地，化真活阿轩。OK， 继续活，可以。我懂了，用我的话封谁？你的话你把他医术给封了。OK， 就封医术，不用说了，就封医术。这一把 PK 我来给你加了啊。这一把 PK 的话，五段怪的话，纯纯的 MVP， MVP 兄弟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要减四号秒啊，四号可能攻了，减了攻宝秒。嗯。这天地打得真舒服。我基本上不减了。刀枪不入。对面的风系又封不过来，对吧？法系又秒不过来。我刚刚全部中了，全部中了，就刚刚死了一把、啊，前面全部中了。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就你封的全部中了？对，刚才封小霸王和战将都中了，正好这一把水。OK 的，就这一把水。对的，对的。我下一把封一手。三号，你来套医术，龙三交给我。我来套医术，化身火舞装怪就行了。你不用我老帮血，我什么老帮血、啊？不用我，我来给你吃个药不就好了吗？我给你吃个药，吃个药。舍不得吃药是啊。那化身还行吗？化身能干嘛？你说说看。活吧，你来。化身四把自己的血量提高一下，再推一推什么的。三号。化身不能推。化身一推断人心了，他只能活。你就活嘛，我把你的血量顶上去，我给你吃药了。你别给我顶，他给我活了。走了吗？走四吧，走四，宝宝走四，一个走三的啊，我怕有力劈什么的。这逼的话不容易中啊，中不中？准起来了，兄弟，准起来了啊，对吧？你们两个有天地，我来吸收伤害，给你们接那个，加个盾给你，加个盾给你啊，加盾可以啊，他就中国了。他们咋这么多罗呀？好奇怪啊！罗汉回位，你封谁？兄弟，你封化身，我封伊索，断他们回复怎么样？你现在断他什么回复？你自己的话，那你封了，你封他魔王，封他魔王，行。化身四的血量，你把它顶上，化身四又倒了。和尚的话，把自己推了吧，先推和尚，先把自己推了。栗子宝宝去拉和尚，栗子宝宝拉和尚推自己，栗子宝你拉，你的慢。我的话把战将封起来吧。行 ，OK。宝宝几号？表子。咱宝宝刚才几号来？二号最慢，走二吧。走二。大金我吃完了啊，我要好好顶。吃了九个，有天地的话也得推给哥，推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他推上去的话，秒又秒不到，攻宝宝又拍不死，你明白吧？准了、okay, 啊，他和尚了，他和尚下把是够愤怒的，看谁能笑。我把他震腰震起来，我能笑。你能笑是吧？你欧起来呀，我们的欧呢？吴雄大呢？别急，三单走几？走三。好，我宝宝吃不消了，又没了。你再出宝宝，再出。我们罗汉少，咱们罗汉，因为咱们就只有两个罗汉点，少的话是正常的。一号，四号高连，三号，哦，三号高连，一三。你等一会儿的话吧，这个光辉之甲给上面发一下，配合上天地去使用啊，没那么脆了。我接把罗，行吧？你接罗，那你先接罗吧，你接罗。栗子，你走几？宝宝一。不，来听我说，换人四再活血，来活那个轩哥，活轩哥快来。我把你走。来先给顶蓝。谁顶一个？又不说话了。走三。我说话的时候，你看我说话的时候，你看看我说话的时候啊，就你们就别说话了，你们说话我就不说话，我一说话你咔咔的可乱了，真的。你超级吸血啊，了解一下。全蓝，一身全蓝，他够的。四号是什么呀？四号也是呗。一三。一号的话是力劈，三号是这个高连。我把三号停了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没事。那绿子呢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小绿子，你最棒啊！力劈又来了，劈我这把没有天地劈。我控一速啊！你挂杀一点。你控一速，化身四再活他。有。不了。一三四都得行。
他谁够了？他地府不够吧？你套因素，你套因素。你们两个点三号秒，宝宝跟一号就行了。宝宝跟嘛？宝跟一，宝一，我这走三。对，我给和尚顶起，和尚再自己给自己顶一个，好吧？一个清三号，一个清一号，我的宝宝一拍过去，他一号就飞了。对，一号只差一刀，三号两把群秒就得死。对，火力把他分开了。与罗汉接冲了。大炮封印有点拉垮，学着点。我操，我妈被封伤了。难受呀，我感觉不好打呀，这会儿。你们得殴起来啊，兄弟。对，我们到现在就殴了一个宝宝，好像。我操！别他妈殴死了。三号啊！三号差一丢丢。我感觉他妈和尚死了就直接有没了。好，和尚肯定挂了，留不住了。哇，你再有罗汉秒，你两千五个。直接输也留不住，我的宝宝冲过去就啊，他的宝宝冲过去了。你们点个四号秒，我继续给自己打天地怎么样？你们太乱了，知道吗？打对面的话都打不过，玩啥呀？我靠，这是。我干嘛？你说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等一下啊，栗子。你这样，你去封了对面那个谁，封了对面张什么枪？我已经秒掉了。我是封不嘛？高速嘛？你是打的乱七八糟的。我封对面谁啊？我封一速呗。你封吧，你封一速吧，封一速吧。现在全控制了。大炮把天地上起来，现在对面没有攻宝宝了。立着树宝吧，先树宝吧。花生人心断了，不应该让花生推拿的。天地得顶起来了，大炮哎。下一把断魔救天啊！他现在五号有个杀人力劈，你怎么填？四号吧。对，四号。我操，秒宝宝一万多，操我顶级！我们的宝宝站不住了，主要是差一点，卡了也没得卡。这个几号宝宝？先那个吧，先出宝宝吧，不好打了啊！你贴了轩哥，把轩哥出宝宝。不是，你给我打了一把天地，我出瞬击把四号宝宝拿下来。你瞬击没有用的。那宝宝残血，看到了。卡血吧，还是？不该输的。四号拿不下来吗？四号，我看准了血量的，怎么拿不下来？太乱了，知道吧？你别都咔咔，我一说咔咔都说话，咔咔一都说话，哪件事乱的你？我有个建议的话，不知单讲不单讲。啊，你说不单讲？我觉得留个化身算了，兄弟。啊、不跑，你跑什么呀？跑那玩什么野外呀？你大表弟，你宝宝冲出来就行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我自己给人解开吧，自己吃药。你自己吃药 ，OK 的 ，OK 的。栗子牛进，炮哥自己拉起来天地。对。我最后一个九转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。栗子牛进吗？栗子。嗯，我已经出手了，要下法了。我炸三太子，他对面地府还有两点零元，化身起不来了。我有秘境，但是你他这把他们都已经操作了，咋弄啊？指挥哪个呢？你他妈愿指挥吗？指挥！超级泡泡都来了，兄弟，我操，耻辱！我这些都没用啊，大炮！你有秘境吗？看一下啊！我有！大炮天地，你天起来！你拉！炮哥！炮哥，你给宝宝，你给你自己宝宝喂个五龙。轩哥的话，给自己宝的话喂个五龙。栗子拉逆境，快点！栗子农三位能拉出来吗？拉！我宝宝给你宝宝卡一个，怎么说，表弟？卡也行，我给他个和尚卡一个 ，OK 的。那我宝宝给你卡一个，给你宝宝卡一个。OK。对面快啊！哎，你的宝宝高速啊！你多少速度呀、啊？你这宝宝还是台风兄弟。嗯，这不四个了吗？够了呀。几个了？一二三四吗？四个吗？哪有四个？我来看一下、哦、对面没五块，我们不了，对面没五块，拉不了，统一。不用逆境啊，干嘛要逆境呢？我操，被他妈超级泡泡给敲死了，兄弟，这妈的！我把龙三封起来。起来之后就天地，把一个泡泡吹掉之后，对面都打不进来的。你拉一下我，我没九转啊，兄弟。我拉什么拉你？没九转了吗？那炮哥你，你那个谁，轩哥你拉吧。拉不了啊！我拿他什么拉的？
没听到。我拉，我龟速拉，我龟速。等等他下一把拉吧，下一把拉吧，这把操作了。嗯。我龟速拉。套个 DJ， 这边水成这样子，我套个 DJ 神风了，我操！嗯，我是要是要这个是要，咱起回合，他对面也不严，他对面也傻了，他严的话咱早没了。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，咱还几个扭转？我还有四个。咱赢了啊，好吧？他没带零元，可能是赢了，真的百分之百赢了啊！我先把衣服解封了。你又是喷衣服，又开始说你去我天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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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那个阿轩轩哥的话控了龙三。我给栗子顶个药，好吧？轩哥，你的宝宝的话拉我也行，拉我也行啊。轩哥，拉我，拉我，拉我。他们说你被超级圣斗打死，我被超级泡泡打死。嗯。感谢刘，感谢刘哥，感谢刘哥啊！哎呦，没放枪！我操你这！今天我得背锅啊！我操，今天放的确实水。我操你这！我这边打 PK 赢了，对面赢了，对面赢了。我以为他没带这个东西呢。人家已经赢过一把了，还没带呢，兄弟。赢过一把是吧？对。好。你天地吧，把栗子也天地了。栗子，你走那个。你还起战神宝典呢，兄弟？我不起，没有用。你别说，你别那个。我靠，你天，你自己天地，大炮。先把，你先把自己天了吧。那个轩哥就控了对面地府，封对面地府就行了。栗子，宝宝点拉我一下，我说宝宝啊。好，我把二号停了，咋说，孩子吗？就是。行。就四个兄弟都在环全部走一半了，你起来不出宝宝还起个战神宝典了，兄弟。我的宝宝刚被秒飞。我操个弟弟，我操，今天是什么情况啊？20%的当封印，他妈假的，我操！真的嘴啊，嘴是真的嘴啊。还是栗子聪明，先清个宫宝吧，真的。有心情你说一下呀，我的妈的！哎，停！来，炮哥去人开我一下，我等我看一下啊。炮哥人开我的话，哎，有高速吗？长水高速吗？炮哥人开我来，炮哥人开我，轩哥就控了这边地府，再给我控了一手，快了。四号宝宝一定要跟死啊，全是天地啊，哥们。对他这里封，我封不上。我知道。把四号停了吧。你把四号停了，可以的。他们没啥不赢。对面龙五先出手，你不一定能擒得出来啊，兄弟。龙啸九天那个宝宝，你把它清掉呀。转。我那是真封不上啊！行，真封不上，就当中了。一中之地啊！再天地，来，天了栗子来。他得死。地府是非常弱的，你知道吧？是我们帮派的人，我害怕不知道吗？11段。来天地栗子，快点，天地栗子点着那个秒起来了。栗子宝宝点拉我，武装去控了，这样啊，武装去控了对面的一速。我又天地又有控一速，八个手。套吧，扣合上，轩哥扣合上，拉我啊！我也迷糊了。讹诈三太子大炮，东海讹诈三太子。小哪吒是他，就是他。再说的话得天地，得天，不天的话没了。就以后婊子打实战的话，直接带六个人打，就是百分之百赢啊！这边的话打天地，那边的话套。OK。表弟，你出宝宝了吧，兄弟？我出宝宝了。你别一起来给兄弟来一把牛劲，兄弟，我就怕你来牛劲。二号高速啊，没事，高速没事 ，OK 吧？局还在。再添了我来，添了我，快添了我来，那我来，我说添了，得添我，你死，栗子自己拿点二号秒，轩哥的话就死，之前封一个，轩哥控地府，轩哥你控地府，我还不如拉个虚弥呢，拉，快拉，已经操作了，已经操作了呀，你看看你拉，你说的话说完还得不去做，轩哥就两个字，你死，你别管，决战你死就行了，队友祭天，法力无边，你别管。一二号秒，华山四爷该起来了，还不起来吗？我的妈了，对面也是他妈瞎打，对面还有灵元，谁用？好用啊！来过子，没了。虚弥冲一把炮，我觉得对面没了。实话，你把天地打好就行了啊！没九转了，哥们，来九转，我虚一把，
来，殴他一个吧。我跟阿缺虚一把，我再看谁现在虚一把有蓝的。虚一把有。不要撸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继续添，快点，你继续给添添添你自己啊。先添我吧，他是一速啊。你来来来，一先添一个。先添一速，来我拉。有有周转吗？没了没了没周。我拉和尚，和尚拉我，快点。我能封哪个？你去封龙三，封龙三。我他妈行，我不得先添自己啊！我操。浩哥，你有那个吗？天地打得好，咱们就输不了啊！我有啥呀，兄弟？我封起来了，封起来了，有有有！我倒地管，我他妈不得先贴我自己啊！我操！宫宝这是，全是宫宝吧，哥们？还好我没贴聂轩，我就知道他要换，有细节，兄弟，谢。没有用，都多余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换顺法他没东西了。你再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对面，我跟你说，对面全部都是残血，拉气你肯定好。地府的话带着封印倒下，现在我都说了，你只要天地的话就赢了，好吧？地府残血，我拉续你。你地府残血的话，你拉也行。化生这样，化生四去活，天地的化生四活了，轩哥，快点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这一把的话，直接冲他就赢了。化生还有蓝吗？一个一速我二速，对面是怎么个加血？大炮一速我二速。哎呦，还有几个修转，还有几个修转？我的话还有两个。我跟兄弟们说啊，就这种局的话，这种局都能赢赢的话，这啊。2024雪山最经典一战，兄弟们，关键是对面没啥呀，虚名烧怎么样吗？你这老对面没啥，你顺风喷队友，逆风喷对手，兄弟全给你喷了。我寻思得我寻思得牛劲啊，你得牛，你得牛，兄弟，你得牛，你牛，我得牛一下，我得牛一下，你牛牛牛，全是宫宝宝，哥们，全是宫宝宝，没事没事，宫宝宝无所谓。哎，把我也天地了，来再换虚名，我得把他一速换倒啊，兄弟。那我也不再换，我先换，我也换吧。你更换更换，等一下啊，换成是换成是活活活活活，换成活拉地听吧，拉地听吧，化身仙火武装怪，秒了秒秒秒秒秒秒就赢，好吧？那我拉个虚弥不？虚虚虚，你虚，化身仙火武装怪，其他的你都别管，我不死他们你们就输不了。谁有上线？谁有上线？你们谁有上线呀？你秒就秒就行，你给谁点一个？给没保险的崩掉，出其不意，暴力。拉地没有用的，我抱不抱兄弟？抱出来说话，抱小黑子出来说话，哎来！哎哎哎，你这个哥的话，你是你活一个能他不行吗？你活活一个天地的干什么呀？你活我没毛病啊！活你没毛病。嗯，兄弟啊、哦，这种情况天了天了天了他天了他吧，把他天了，把我天了。我是告诉虚弥，不用管，我把天了，你套和尚，你把和尚给控制就行了。栗子的话，你秒还怎么说？我控谁？控和尚吗？你控和尚对。化身活阿轩，都活起来。你活了我不行吗？天了他活。也可以。我想牛气你。你牛呗，你牛呗，没人喷你牛呗。我说你拼。这个时候不要牛了，这个时候输出他就赢了，都是残血的。他表弟这个时候不牛，今晚上睡觉都睡不着。实话。牛是我出力拼。你让他牛，兄弟，行吧。他不留的话，尽管这个时候不要给对方喘息，这时候就要压着打，不要给他加血的。你不留，他不留的话，今晚上睡觉做梦都得。胖哥拉我留一把。等一下啊！你这力劈出的好啊，兄弟。这力劈的话是我两手吗？好厉害！地听还不把他拉出来，我的宝宝正好死掉了，地听还不拉。地听没有用。我先出个鲲鹏。你出个鲲鹏可以的，活了栗子，栗子的话牛劲，栗子牛吗？我秒，你秒吗？你秒吗？就你自己流劲的话，非得拉三栗子流劲，就是兄弟们喷你的话，栗子点龙三秒，栗子点龙三秒，点龙三秒，我没点，我点宝宝秒了。行啊，秒你妈自己流劲的还得他妈拖一个替死鬼，那个点赞给个点赞啊！自己流劲的话还得拖个替死鬼，我不牛的话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那鲲鹏，小鲲，小鲲，来别动，还有。小鲲猛！我操，你这鲲鹏可以啊！你这封宝宝的话，兄弟，我放的是人，我放的是人，人倒地了，人被你鲲他打死了呀，兄弟，你忘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兄弟，对对对。仙哥能打雷啊？三哥说打雷可以的，可以打个雷。你把地听出出来，地听跟雷黑快上，对面挡不了。啊，这个点直接他赢了，直接打吧。兄弟，你别管，下一回合的话，表的也行。有东西，栗子说你听吧，栗子说你听吧。出地听吧，这时候还等啥呢？这，和尚怎么说？你在天地的和尚啊！来看我的小鲲，我秒啊！出地听，我跟你说，这场 PK 可以赢，大炮全场 MVP， 就是因为天地
对，因为天地产机可以的话，我操，表子有东西，表子有东西。顺风的话压力队友，逆风的话就也压力队友。你别老说那些有的没的知道吗？老说那些啥也不懂的那个、就是，哎呀。那你指挥的话，那你一个手套，一个手得打天地，还有一个手的话得接罗啊，兄弟，三个手了，三个手都不够你指挥的，兄弟，这个局的话。老手吧，他们说小风筝在外面。OK OK， 小风筝在外面的话，咱们这个血量的话基本上不支持了呀，打不啊？我们先让化生活，先让化生活，行不行？换次活血吧，换次活血吧，先活血，先活，先活。基本上的话这样吧，他是亏数吗？亏不亏？咱们说历史吧，怎么样？我们出宝宝了，说。回血回血回血，下把再说吧。干了呗，干了呗。下把再说，下把再说。得说得，你这没蓝了，你不说吗？得说呀。我给化身先顶个蓝灯，怎么样？你没蓝的话就打不了了，知道吗？我先给你插针安定线，免得你睡不着觉，兄弟。行。来，提起如履你最安定线。你是真的压力的提前补打一个，给自己的困扑打一个。我点你头上打的，兄弟，你这就是误会我了。你问直播间的兄弟，我就点了你的头打的真严，兄弟。点我头打的可以，我生怕就没打到你，你晚上睡不着觉，哥们，你还喷我？哎，我擦！不能让他跑，兄弟。不能让他跑，跑不了啊！不能让他跑啊！给他五子星，五子星。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的话，操嘞！你宝速度比他快是吧？你都快吗？你打死他，来再说历史来，说来都说来，你的宝宝打。我宝宝慢，说快点，都说了啊，都说，把他打死，来说，你比自己还快吧？哎，仙哥，我好难弄死，我弄死，我大干。哥先走，我能你别管，知道不？你们说的就行了。哥先走，你我能走的掉。另三走。